大哥死了，这毒龙帮需要一位新的主事人。你和帮主之位落了定，我跟知县也算是有交代。恕谁指使？给我查！给我查！你做！小心！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是严堂的堂主，才能彻底铲除毒龙帮这个百姓身上的毒害，还赌上我爹的性命，不能只做一个总捕头。你们就如此急迫无奈，就把任务轻轻完成？你为何还不放过我？现在就能把你救回正法，你信不信？上朝廷命官，害死那么多人，连抄家命是你。